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海南最凶残的动物。好了，让我来。哎呦我的妈！盘点妈剑打搞笑名场面。妈妈，你叫啥？你叫谁呢？你在那边？叫谁呢？还叫我小名？妈，在哪？你看这个鸡蛋，妈孵点小鸡了。你还九十嘞？你这妈都传了。传传。你还。哎呦我的妈！你咋地？你一出都谁你认识了我？啊，那个对于昨天那个，我知道你小名之后，然后还叫你小名，我给你道个歉行吗？你别生气了，好不？乖。不这样，我送你个礼物，行吗？什么礼物？行，你走，我给你拿啊。这是什么？地瓜花，我给你叫地瓜花。啊，昨天拍个视频，他们说你长得好看，说我长得磕碜，说不信你是我妈。你本来长得也磕碜的，这点你就不属于妈呀？我不这么认为呀，你看我哈，我虽然我胖哈，但是其实我的五官长得挺帅的，我觉得。你真不要脸呢、啊！这不随你了吗？秀琴，中午吃啥呀？烙饼。烙饼好，没发现我叫他叫了。哎，你刚才叫我啥？叫我啥？不敢了吗？大王，你来抓我呀！你来抓我呀！他妈，你抓错了，不是你那样抓的，别抓了，别抓了！啊，我昨天那个平头视频不火了吗？平头那视频，完我寻思我给你安排一个，让你火一把，行吗？今天你要敢动了我头发，咱俩就是个事儿。哎，妹子笨，妹子笨，啥？你敢不敢动过来？你敢不敢？敢不敢？敢不敢了？不能了。哎，这娘们儿收拾上了，这是有局儿啊呀！妈咪，干屁？跟谁出去约会去啊？有没有小哥哥呀？没有，纯娘们局。你们一帮老娘们天天在一起喝啥呀？连个老爷们都喝不出来，天天喝的五了豪风，五马张飞，五五玄玄，五迷三道的。我是不是给你点逼脸了？咦、哎，我的兜嘞！你看这手机刷的不紧不慢，咋弄回事？嘿，大家好哈！你看，你们看，这就是我屋头的保姆哈，陈娘娘。她现在正在给我晾衣裳哈，她一天没事还在屋头给我煮哈饭呀。啊哈！啊，个狗爱母！哎呦我的妈！方便，这个很凶的母老虎就是你们未来的丈母娘。告诉皮毛开老快，老子搞死你！哎呦妈！这他妈都几点了还不睡？我刚要睡，我这就睡了。天天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的。我这就马上我就要睡了，我这都睡着了要。你就这么熬吧，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再这么熬就得像谢广坤似的。过分了，我怎么能像谢广坤？这怎么越提谢广坤越他妈来气？哎，爸，吓死你！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三天没有打我了。哎，哎，今天谁春饼啊？哎呀，这小饼烙的挺薄啊。哎，这土豆丝切挺细呀、啊。擦的。那啥，大嘴帮我拿点菜。你别笑。你再说一下。大嘴，大嘴。孙大嘴儿，他们都说啊，和父母最好的一个相处方式啊，就是像朋友一样。你以后别老骂我，咱俩像朋友一样行不行？咱俩朋友，就是那咱俩现在是好朋友了啊。那朋友，朋友，朋友。那个燕子，啊，给我拿根烟。朋友，朋友。
你今晚出来吗？我今天晚上准备打王者荣耀，猎人露娜。你玩王者只能得到一堆数据，但是你今天晚上出来的话，你会月下无限连闹。盘点那些奇葩的沙雕游戏。三、二、一。来吧，夹毛出去啊！哎呦！
Thank you.
发，咱今天玩一个蹦天梯。哎呦，你双人配合运气噻。具体咋打玩吧，咱玩家那都知道了。哟，今天石头剪刀布，谁先胜出，有可以优先选择队友。来吧，来来呀！嘿，嘿，哟，快手！哎呀，来来来，我咋给你看一块了？我能看见你，我能看见你。你看，来吧，相信我。来来，嘿，嘿，哟，是。好，嘿嘿，来，嘿，啊，球路，球路啊，球路，哟，好。调的啊！盘点那些吃鲱鱼罐头的狠人，狗都不吃的玩意，有人吃得津津有味。今天挑战吃鲱鱼罐头，我们找到一个狠人。你要是能吃掉一条鱼，我给你200；你要是再喝一口汤，我就再给你加100。可以啊，我直接开了。这个玩意，好臭，吓我一跳！算了吧。你确定没坏吗？怎么有苍蝇？没坏。不是坏了吧？不是坏的，不是坏的。这个东西要不就不要了。再叫，再给你加100，我再给你加100。算了，我。要不你喝口汤，我给你200。我给你尝一下，帮你。我不吃了，挑战失败。
闺蜜上不出来厕所，于是我给她买了鲱鱼罐头。哎呦，小鬼！一会儿这小毛豆再配上这个小罐头，咱俩哎。气书中，偷偷帮他倒进杯子里。喝点水吧，妈比你屁都臭。他让我埋起来。哎，不是，这是罐头，不是我拉的。太臭了，我的手。怎么吃完了？啊！挑战让消防员吃鲱鱼罐头，你这不闹吗？一条我一条，一起走上奈何桥。我天啊！这吃完这保险就生效了呗。对，大小杨哥呢，一定要委托鲱鱼罐头要到位，我人来不来都无所谓。我先尝一口，好吧？你快点，你快吃了吧。它入口呢是有点这个鲜滑的一个感觉，喉咙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就感觉太阳都围着我转。它呀，这个就是那个死老鼠的味道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大家不要多想。我刚想往嘴里放，我就做心理建设。就是三倍的水。你们笑什么？几个摄像？来感受一下。喝口汤，润润喉。还可以，我喝的是这边，你喝这边。你小时候吃的苦挺多呀，啊？你小时候吃的苦挺多呀。嗯，真香。那这玩意儿不能闻，这是美食，兄弟们，不要觉得它是这个咽不下去的东西。这怎么还流汤？一定是美食。回家拌米饭、拌面，或者是夹那个烙饼里边吃，非常非常香。啊，吃起来过瘾的感觉。嗯。我可开了啊！开吧。哇！什么味儿这是？你这我管不了你了，我就你阿伯一身，把那毛不行了啊！江总，你没看见，刚才熏的都吐沫子了。那得不救他？我他太臭了，我扛不住了，我不想回去了。你干嘛去？我去救他。啊！我觉得咱们既然买了，嗯，就一定得把它吃了，不能浪费粮食吗？有意见吗？没意见。有意见，走走。谁先吃啊？我觉得岁数小的先吃。我觉得也是。那个我觉得把嘴闭上。对，让着你，你想吗？吃吧，没事儿，这个看着臭，吃着香。对，吃鱼先喝汤，喝汤味儿更香。就是，打样，来吧。快点。吃啊，就是喝。哎，快点。当我给最爱吃鱼罐头的大爷买了个鲱鱼罐头。哎，街上还写这么着，你没来看过去？鱼罐头比红烧鱼罐头好吃啊！啊，正好就面条挺好。以前我记得玻璃瓶子嘞，这边还铁盒子呢，200多一个。这一个鱼罐头啊！哎呦我妈，这么贵，怎么是歪瞎了吗？过年吃吧，留着吧，很难解的吧？我正在想想过年贺家欢的事。打开鲱鱼罐头是什么场景？哎呦我感觉长大了，我操，这有事儿！哎呀，不正常了，挺歹的我，外国进口，你不是搁哪放坑逮着了呀？哎呀，这什么装？你这究竟是什么罐头啊？这稀里咣当的，这叫鲱鱼罐头。鲱鱼，是鲱的啊。鲱鱼你我名儿起挺高兴，什么呀？死猫死耗子，这玩意儿这要是200来块钱哈，你闻着的时候吃的肯定是香的。哎呀，抽的辣眼。
你们可能难以想象，吃完鲱鱼罐头嘴里味有多大。郑云，老周啊，硬气归硬气呀，你这嘴味儿太大了，都刷了，难提了，能不刷牙吗？怎么大事儿？他找咱俩干？我没戴口罩，戴口罩你下了啊？哎呀，这他嘴里刚酸菜缸了。不过他还是找到了，去喝紫金的地方。爱吃化工品的。今儿我不吓他，你给我熏死你！这玩意儿好像是个挖掘机井，这里边肯定得有人。我望进去，我就把他弄死了。我拦你，快走快走！这里还没有通，还有没有通管？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进去了啊！挑战吃鲱鱼罐头。今天是蒙眼猜物挑战，准备好了吗？没啊。好，开始。不管你。这个月没洗的头发直发黄发干粗的那种味道。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吃的东西啊，非常的贵，非常的补，大补。先补一个。哎，啥味道？你闻闻。逃跑，它就是一个闻着。来吧。吃就吃，你说的啊，快上！真的有事。有那么恶心吗？怎么整的盘口？欺负你！哦，香菜救我！啊，我来。他喝汤，你吃肉。拨出去了，还吃上瘾。我觉得还行，没什么味儿，它太夸张了，我这火马。嗯，你没事。三个离开，任何时候都不服输的嘴硬了，你咋哭了？你不是说还好吗？真的太恶心了，就像把一条死鱼淹在公共厕所里面，然后再捞出来吃，你知道吗？又咸又腥又臭，那怎么念神出来？还不行啊！一天高兴的事都是拿牛子，这个咬人的命啊，糖臭，还有我身边屋子全都是糖臭的啊！你怎么不吃？他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网友们说这个已经说了有一年多了。鲱鱼罐头，鲱鱼罐头是什么？这是粉丝推荐的，现在差不多有10000个评论已经在说这个事了。那这个到底是臭味还是啥呀？有人说这个比臭豆腐要臭100倍。臭豆腐我真受不了，100倍我咋弄？Really？任何的人喜欢吃这个。不让我的小狗吃这个。This looks like sewer water。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看，我已经告诉你，我不可能尝尝。谁推荐了？是不是该安静的走？That's not cool. It looks like garbage juice, dead rotting fish. It looks gelatinous, pink, way too soft. The worst part is it smells awful. 你给他尝一口，这是 Raiden 的特色。I might really, I feel like I might throw up if I eat it. It's got bones.我太难了。刷了刷。Holding my own mouth, I feel like it's in my lungs. Chou tofu doesn't have this nasty fish like rotten taste. There's a flavor that, that only like fish and mushroom and these kind of things have. It's called umami.Every taste bud on your tongue is able to taste umami. 那这个汤比较好一点，比较。为了下班。啊！啊！I like food shop. 你自己回家。Want a little kiss? No.
问：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是啥？恭喜你猜错了，是鲫鱼。那么问题又来了，200块钱的飞鱼跑多快？粉丝投稿，别在我面。问这味儿都有一种跑得特别快的感觉，你不会从海里把那鱼都熏跑了吧？这玩意儿我在寒假就已经测过，我这辈子回购沙，我也没想到我会回购飞鱼罐头。听说这个比臭豆腐臭100倍，号称是全世界最臭的东西。今个咱们可以挑战一把沉浸式吃飞鱼罐头。我这时候多么希望我自个儿失去嗅觉呀，现在都跟有几吨屎从我这屋有啥区别呀？为啥每回我买东西都跟别人买的不一样啊？我从来没见过哪个飞鱼罐头出来是飞着出来的，你真是飞鱼罐头都跟泡泡熏泥似的，产生泡泡熏泥效应了，实在是开不开了，我都使叉子吃。沉浸式吃飞鱼罐头，前唱。我到底利用我这副皮囊做啥？卡纸不？我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嘴抽了。这跟我吃屎有啥区别？该给我掀个跟头来了。这玩意儿，狗见了后退，猫见了流泪，人见了抓心挠肺呀！这玩意儿要是做成那种防狼喷雾，加点辣椒水，给它香迷糊了。最好最安全的防狼喷雾，防坏人神器，粉丝先吃。这玩意儿要是做成香薰，多适合独居啊！有那种 BT 半夜敲门的那种，你就给他开门，不到半分钟他自个儿都出去。独居一个人在家也不害怕了，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知不知道你们体没体验过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今天我都拼了！太咸了，太臭了，这个真的特别适合独居女孩，独居男孩我觉得也很需要。你一票我一票，飞鱼明天就出道。我这屋现在不是什么泡泡雪泥、什么八爪鱼、活竹子的屋了，现在是飞鱼罐头的家，熏得我脑袋疼。他这个飞鱼汤汁崩我手机屏幕上都是那种烟霜。我再强调一遍，咱们投稿投稿一点正常的，这种东西到底是谁在爱吃啊？我真的，我赶紧开窗户通风了，老铁别太好面。你觉得能吃得下吗？我觉得没问题，我听说过没吃过，真的很臭。臭你臭，臭豆腐也臭啊。看看我们主持人想怎么样。真辛苦的，别下了别下了别下了，慢点让我调整好状态。调整好状态，一深呼吸，深呼吸，一口直接咽吧，别吃了，直接咽。有吃啊大哥，别闻了，别闻了，别闻了。刘斌最强王的智慧今天不外乎被一段罐头。哎，好吃，多吃一点。OK 了，牛逼！吃的也臭了，好臭！看见没？那一个肠子还在那里，一个肠子在那里。好香啊，鱼肠子。没想象啊，这鱼不是坏的啊，我以为是坏的。他是我第一个见到能把鲱鱼罐头一条鱼吃下去的，这牛逼的，这还喝了汤，牛逼！因为他是最强王者吃货，挑战鲱鱼罐头。天啊！第三条，哥，大家闻一下吧，这口。第四条，这要是有女朋友的话，亲嘴的人，你拥有危机吗？还好没过两天吗？没有，还有鲱鱼罐头，鲱鱼罐头。真的，一口一条，牛人，天哪！第五条，是生的鲱鱼罐头，这个是鲱鱼罐头啊，生的。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啊，真的找不出话来。食物直接被我拿捏的份。我天啊，粉丝，我觉得你们
要他喝汤的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啊！要喝汤的。作为肌肉哥的粉丝，我满足你们。我们肌肉哥他是创造过各大剧组挑战的纪录王者，挑战飞鱼罐头。可以啊，好珍惜哦。喝汤了，喝汤。神人，真的神人。真臭。鱼都吃了。哇！哇！天哪！他不一口喝。哎呀，慢慢，你这个是茅台样的。我好喝吗？咸的很。咸的很。臭吗？喝起来。现在已经香了，不臭了。吃完了，你们起手起手。真的，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闻的最臭的东西。但是我们肌肉哥，他吃完了七条鱼，还喝了一半的汤。来，这是你的奖励。恭喜肌肉哥最强王者挑战成功，费罐头。谢谢谢谢。啊，又吃了整条的啊、哦！大家好，我是小子，今天吃点啥呀？看看吧。鲱鱼罐头，我的最爱来了。这盒罐头到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但是这么一逛呢，里边汤还是特别多的。今天咱把它打开，看看有几个整条的。打两个鸡蛋，小火慢慢的熬，熬成这个样啊就好了。这小面鱼儿像我挖的小地环似的，见证奇迹开始。哎呀，哇，又吃了，哇，这个味道又来了。上次那个虎包的特别难弄，你看这个打的时候就好开。这个鲱鱼罐头一般人吧开的效果没有我开的好，现在我都成专业的了。看看吧，这个里边到底有没有整条的。我也真服我自己，就开这罐子刷刷的刷刷就开开了。看看啊，还有几个整条的，这个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别刮手。看看啊，看看有没有整条的，兄弟们！哎呀，我没看着有没有。哎呦，这个好啊！看看吧，兄弟们，整条的啊，不好碰啊。是那个味道。哎呀，这个整条的我惦记啊，这好长时间了。哎，难得。面鱼新鲜的，还是这个小柚子，哎呀，这个味道这太美了。我看看它几条啊，我吃了一条，这个第二条，第三条，四条，五条，这个六条，我平时吃那个是七条啊。这小面鱼搭配这小鲱鱼罐头那是真好吃。兄弟们，我得留两条，留几条我下顿吃，要这个东西太奢侈了。看这小肉，特别鲜。
兄弟们，这个鲱鱼罐头啊，我得小两年没吃到这种口感的了，今天吃到了。这小鲱鱼汤泡着这小面鱼一吃，那就是一个地道。来吧，兄弟们，干了！哎呀，得劲！搞笑名场面。你妹妹啊，因为我怕你爸妈误会啊，那你不用去了。加个微信吗？你干啥你？我长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聊啥？你有病吧你？那个别吃！怎么的？不加了，那个强扭的瓜，它不甜，我那个。不好意思，这里只有一间房了。好开心，都没用呢。那算了吧。这个屁！我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将就一下嘛。那行吧。那你晚上可不可以欺负我呀？大饼一下进来嘛，我去喝一口水。但是，我坚决不会看你。要是看你的话，我就小狗。舍得吧你这再来一个，给我三个，给我三个，我他妈疯死了，你松开。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你们有病吧你？你干嘛？扶你一下。你在想什么美事呢？好吧，我下次来。我去帮你找一找。我没那个原因。那啥原因啊？能排到。啊，明白了。那我先下楼买点东西啊。我们家有送的。Nice。那等一下。你是不是上错车了？不好意思。那等一下，是我哥。那等一下，这把要是你输了，你得请我吃一个月的饭。没问题，但是要是你这把输了，你晚上就别回去了。来就来，谁怕谁？那你出一个三，四个可以炸。一个三，不要炸了。七八九十个，我就剩一张牌了，是打完了。哎呦，我又输了！
真缺点毛病，雷电让阴两的都不行。大笔一笑。没有啊。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孩子吗？这是个女的就行。你觉得我怎么样啊？这什么？看电影这么快的吗？大胆一点，反正生命只有一次。大笔一笑。那个哥啊，把你的口罩摘下来吗？摘口罩干嘛？不安全，我再把你的照片拍下来，给我闺蜜发过去。嗯，有道理，来吧。那个哥啊，一会儿出事了，我不吃香了。嗯，你也不许出事。你要干嘛？大笔一笑。咱俩要找个地方对付一宿吧。那不好。那没办法呀、啊，车没油了。你看这么晚，这大道上也没有车。嗯。还真是一辆车都没有。嗯，是吧？那只能等你了。那打车不？那要不我们去那边？帅哥，打车不？行，那我们走吧。不好了，帅哥啊，帅哥，来，5块，一人5块。熊熊帅吗？哎呀，那八块腹肌，哎呦，大长腿。啊，我什么呀？帅了，真的。你干啥呢？你干嘛呀？我玩手机呢。你要不要喝杯东西？点个东西喝。好，点吧。啊，服务员。你干嘛？盘点90后父母摆烂时代娃。你就故意的吧，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啥呀？你往我儿身上吐西瓜籽儿，你别在这装不知道啊！我眼瞅你是瞅好眼往这吐了，你再吐一下试试。咋的了？你再吐一下试试。我也吐你儿子。我没籽儿了。你给我再吃一口。啊！厉害，闺女，你干啥呢？你别笑！你吃啥呢，闺女？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吃着把我疼。看着电视，我说赵花他妈，你真有招啊你！赵花，你咋想的？你看你闺女是干啥呢？我的妈呀，赵花，你心多大呀？啊！让你闺女吃棒棒糖，那块小猪佩奇看着。对呀，那我扑腾我眯一会儿，他不听话，我这不就给他绑这儿了吗？要吃东西喝东西，我不愿意给他买，然后就躺在地上给我撒泼，我扬了个羊也没过关，我就让他在地上躺着了，利用一个多小时吧，最后他自己没耗住，自己就坐起来了。行了，我先扫到这儿，扫完了你再喝，起来。好吧，扫完了。哎呦我的妈！丫头，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气哭？不信，你爸给我买新衣服没给你买。那爸爸，我有一只。烦死了！给你次机会，你要咬我，今天我就揍你；你不咬我，今天我给你看动画片，行不行？答应。
行不行？来。哎我，哎我，哎我干掉你！你吃不吃啊？彤彤，这个棉花条有点脏，咱们洗一下再吃好不好？好。嗯。啊！再打，好，你这样子打，我看一下痛不痛，来，再来一下，重重的。90后做了你的妈妈，她每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第二天就睡到中午不起床，要是不喊她起床可能连午饭都吃不上。你咋还不起床？快起来给我做午饭。为了能偷懒，她早早的就让我学会了刷碗，并且一直在我耳边说，你好棒呀，你这刷得好干净。越是这样说，我干了越有劲。刚从外面买了三个鸡腿，再甜不能甜孩子，再苦不能苦自己。你不配吃，我吃一顿少一顿，小孩吃东西早着来。来，你吃个馍馍，再给你个大。哎呦我的妈！对的。啊，拿了。Nice。这样咋一块？我操你！大臭！爸爸，再当天嗨是什么意思？叮叮叮！滚！你这孩子，你妈求助别人多辛苦，还我一个人。我说这不是我扔的，你信吗？我信你个鬼！收了。啊我就吃了他一个小饼干，他哭了半个小时，我刚哄好他就舔了我三口雪糕，我都没有说什么，他连一个饼干都不让我吃，渣男！千万不要找九零后做父母。你们看，现在5:30了，我来问一下他们两个晚上吃什么。爸爸妈妈，你们晚上吃点啥？这个你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好吧，你们看到没？Oh my god！ 爸爸，你信不信我能抱到你那去？我信。你要说不信？我信。我不信，看看我能不能碰妈妈去。好，我信。我不信。妈妈不信，碰吧。一，我信。一，二，我信。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梦想。
睡坑睡坑。谢谢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从来没有太多话。37天，这个正趴在地上不愿意站起来的女孩是我的女儿悠悠。针对孩子不愿意走路的问题，专家说3岁以下的宝宝你最好抱着，因为宝宝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一直抱着，我的胳膊也会有酸疼感。于是又有专家说，那你出门为什么不带个推车呢？但问题是，偶尔你也会遇到这么长的台阶，总不能抱着推车走吧。哎，在听过了各种专家的建议之后呢，我决定自己的孩子自己带。那我喜欢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选择跟着他一起趴下，因为我知道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他已经明白了什么是尴尬。所以只要你不怕尴尬，坚持到最后，那尴尬就一定是他。我不听笑。哎，我不想在幼儿园。喊出来舒服了吗？老师会看到啊。大海，我逗你玩呢。妈，你去哪儿？我跟你爸去吃火锅去了。为什么不带上我呀？为什么要带上你啊？你但凡以后跟你老公去吃火锅，你会带上我吗？发嘎发嘎 ，Oh my god！ 我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梦想真的假，帅帅死狼烦恼不怕，花花世界带着出发。天空真 nice， 赵花，哎呦我的妈呀，赵花你干啥呢你呀？孽畜，出去！你咋给我闺女给压上了啊？再叭叭，我给你现回原形。真是妈没事。闲的你呀，你还装上王母娘娘了啊？你还整个五指山咋的？拿我闺女当孙悟空了？这只破猴天天搁家不好好待着，这猴要出来，你给我进去，你给我进去啊！天天搁家糊成那样式的，我不压死你！哎呦我的妈！进去，我进去！破猴要逃跑了，这只破猴要逃跑了。哎呦我的妈！烦死了！上劲儿的，上上！祝你一个好消息，你差不多要开学了哦，已经解封了。明天要上学吗？对呀、啊，开不开心啊？不开心、啊。习惯咋说呢，你看你把这小蝌蚪都给捂死了，你老公这个精液数量还行，但是活率很低。你知道那个蛋蛋为什么挂在外面吗？它就是为了凉快。
身体啊体温大概36-37度，而这个蛋蛋呢，它放在这个布袋里面，挂在外面就是为了通风凉快，因为它要维持着温度比人体的温度要低个1度左右，这样的话呢，利于它生精的环境和精子的储存，以及保护它的活力。女性这个手多热呀，你睡觉你好不好的，你握着人家蛋蛋干什么？你得这么贤惠的老婆可是不容易啊，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你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做梦吧，你万一做个梦动作一大，你给捏坏了怎么办啊？你这子孙不来都被你捏没了，为了你老公的安全啊。盘点医生与患者的搞笑对话。现在能算出来具体是第几天怀的吗？啊，为什么？现在你这个小孩大概怀孕40多天。因为我可能一周内跟我老公和我前男友，上个月12号就是跟前男友同房了是吧？啊，那没有避孕测试吗？上个月12号是吧？啊，17号我又和我老公，也不同，也不避孕是吧？没有。那你们本来就是有打算要小孩的了？啊，是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是能算出来吗？我也不想把它留掉，因为我备孕好久了。那你现在就真的很尴尬，因为两次时间相差特别近，都不到一周。其实我们医学上的推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周左右的差距，就会有一周左右的出入啊。所以你现在这个12号和17号到底是哪天受孕呢？这个我说不清楚的，因为精子它本来在体内还可以存活7天左右呢。所以你说最终受精的是哪颗精子的话，现在我没办法告诉你。你要想知道的话，只能做亲子鉴定了，其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俩这是40多了才考虑避孕吗？我俩读完博士才结的婚，这两年事业稳定了，就才想着要个孩子。我刚才给他做了个复检，我看他这个处女膜都是完整的。你们两个没有实际的性生活吗？没有啊。我们一直都同床睡啊，天天去睡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睡一张床上盖一床被子，相反的，你这是博士毕业啊？对啊。我说的。是你两个人这样啪啪，知道吧？是同床。他这个天性就是我们精神相互交流，身体的细胞进行交化后就能怀孕，所以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实质性的生活。从来没有实质性的性生活。那你俩，我看真是走错地方了，这个真是，我无能为力。30年的医生第一次遇到过。妹妹，恭喜你怀孕了。哎呀，主任，我们俩都还没结婚呢，不要孩子是不是你买的药不行？不可能呀，我买的都是大牌子的，并且还按时吃了呢。他说对我伤害太大了，所以都是他替我吃的。是你吃的啊，小伙子？啊，对，我吃的。屁药屁药，你没夫妻男女啊，你太有封建之辙了。我这次当30年的医生第一次遇到过。宝宝很健康。医生，我想别问性别，不能说。我不问，我只想知道性别是想我还是想他妈妈呢？你生出来就知道了。医生，我想要个女儿，你说我梦想成真的几率有多大呢？50%。那孩子就有阳刚之气还是阴柔之美呢？刚柔并济。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天冷了我该穿什么，棉袄还是棉裤呢？天冷了穿羽绒服。那孩子买的酒，我请柬该怎么写呢？写的千金还是写的贵子啊？写当爹。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这个你长得严了。上帝能要我吗？不知道。你们不天使吗？我们只管接送，不管审批。叹气啥了？我这片子有问题啊！不是，我累的，我怕你叹气。的一个病人在做完痔疮手术以后，他排的便不是特别痛快，然后呢我就在给他做指诊的过程中有摸到了一部分的大便，就有点粪卡塞的迹象，然后我说你去灌一个肠吧。我们是大概给他灌了1000毫升的水，然后灌完这个水以后呢，他并没有拉出来。这个时候呢我肯定要去给他检查，我就把他叫到这个换药室，在摸的过程中肛门括约肌他就要一松，就顺着这个水就出来了。我说你收一下肛门，然后这个女孩就笑，她说我收不住啊，我收不住。我说你收
动一下，然后他就说了，哎呀，医生，我憋不住了，我憋不住了，就开始笑开了。因为咱们笑的过程，这一呼一吸，他腹压特别大，肛门的这个水就跟喷泉似的，呼哧呼哧呼哧的就喷出来了，把我就整个脸上身上全喷了一身。然后我说你憋住，他说我憋不住，坐着这个椅子我就赶紧往后跑。跑到这个角落的时候，我没有地儿可跑了，我只能是待在这个角落里。但是他在检查床上还在笑，还在喷，因为1000毫升的水，再加上他这个粪便，你想想很多了，现在是变成了粪水。我的身上、地下真的是空间里全是粪便。然后我们的护士在旁边已经遏制不住这个笑容了也。这个病人始终就是在笑和在这个喷的交替中，一笑一喷，一笑一喷，结果把这个1000多毫升的水喷出来，大概经过了有快半个小时了。一开始射程这么远，最后可能水量也没那么大了，它射程也比较小了，然后我才从我这个远处，然后我又滑过来。滑过来以后怎么着，我也得赶紧给他处理一下大便呀。我拿这个纱布呀，有一些东西给他捂住，我说你赶紧下床，赶紧到厕所又去拉去。然后我们跟护士又把这个战场又清扫了，可以说真的是屎天屎地。然后衣服脱了，赶紧洗澡去。喜欢点赞关注哦，盘点那些没有感情的婚礼。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啊，听天亮保天亮，转移轴，祝你们天和。一碗吧，太少了。这要入乡随俗，我们这边不行不行，他转哎呀不行，不能省钱。大导演，这个今天是大喜日子，大喜日子，大喜日子。华子，华子，华子，华子。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嫁给我吧！超好，表现得非常好，那个新娘，一起说谎话。媳妇儿下车吧，你俩等了半天了，在底下也开笑话。你办的事都叫你开笑话的。我跟你说，你说我这是有完有，到现在你我的，你给我拿10000块钱，你不能拿我了吗？我不想出去。那是那我都给过你了，以后不给你。俺也不是那不属于那里的人，你提前跟俺说过没钱，咱就是按时报上了。这来到这儿了，能有给俺来这一次？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咱太瞧不起人了。下来吧，下来吧。我觉得声音还可以再大一点。媳妇儿，嫁给我吧。过来，过来，背我。怎么会这里还进不去了？还进不去怎么办？不行不行，我滚。儿子，这是酒店、婚车、老家人都来了。日子定好了，无形当中多了10万块钱彩礼，有没有这样人家啊？儿子，你就一句话，你说这婚结不结？你要结，我砸锅卖铁，我把这事儿给你办了。办归办，但是我这心里非常不舒服。下车6万起，我们那边就我普通朋友结婚，我都是要给钱的，给个2000多。就我朋友结婚我都要给，就我现在这么，就我外面的朋友结婚就给1999或者1888。是我们家就是家就是他们家女儿结婚什么，我妈都是给6000，就给很高的那边礼数。你真的欠着中暑。是的，你那些亲戚就不随礼了，就不那些礼钱都哪里去了。
多少钱呢？以前大家，我之前问他要6600，新娘要1100，他现在要1100不给。新娘要1100，然后我跟这个小妹一人100块钱，现在他还差700块钱没给。不下来，700块钱不给不下来，这你不问他哪一天问他？对啊。他这个也是好的，没钱。你看，你媳妇的车子连10块钱拿不起。妈。我以为他结婚的，我以为他迎亲的时候红包会包小一点，等到时候下轿的时候红包会给大一点，结果红包还是1块钱。没见过这样，结个婚都这么小气，那你以后去他家怎么逛？买个衣服还舍不得给你买回来。那我看看，这个，但是我还没有同意他下车，怎么能下车？看多好！行吗？不行看。不行、啊。不能开跑。那我看。听谁说的？我看看，来着，小伙子。100。不是。好几百。1000吧。600。才600块钱。不行。200给下车，再拿200。来洗脚。照顾媳妇儿这个事儿，我们不仅娘家人都在看守，并且呢，你呢未来还得要照顾媳妇儿。好，我会做到的，姐。到位，把脚擦了吧。到位。擦干啊。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说这个洗脚水得由你喝了，不喝也不行吗？姐，非得喝。不行。这是财主贵，你说小两口日后富不富？财不财，这水喝不喝？新娘不是那么好取。哎呀，真喝了吗？哎呀，真喝了。行了，别喝了，去了姐。怎么就喝不下去了？这老妹儿，你水喝不喝呀？啊？真喝不下去了，差不多得了，不喝了啊！哎！妈，老妹儿，咱不下了。快点，在这个时间辛苦我们的督导老师，接过属于他们的手捧花，送上他们爱传递的话筒。首先交到我们的新郎手中，很多朋友都在一起见证。6600不下，10000不下，那怎么的？那不是6600妹妹下的。今天这个车必须买，否则这个婚礼就办不成。我话放这儿了，你赶紧想办法吧。咱之前不是也没说买车的事儿，是不是？我那还有辆小车送给你俩开吧，好不好？你真好意思，就你那小破车，你送给我俩开？你自己开个奔驰，你让我俩开你那小破车，你咋想的呀？那行吧，那既然这样，你别说话，轮得上你说话了吗？我家里的事轮得上你管吗？那行吧，那你们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你看吧，选哪辆？就这辆不行，这辆车真难。你说我平常就上下班，这车我能你开不了我开呀，只要你开了，有我买的车，对不对？
咱这样吧，咱这个车出的太突然了，咱没有准备。这个车确实有点贵，咱也没有那么多钱，是不是？凑不来这么多钱现在。但是你应该怎么去想办法？你不应该给我去说，你去筹钱，你现在赶紧去，还不到婚礼时间，还有时间，对不对？赶紧筹钱去吧，我就要这辆车了。要不能先把婚礼先办了，先把婚结了，行不行？不行，我话放这儿了。今天这个车不买，咱俩婚结不了。不是王珊珊，我想问你一句，你们啥意思？你闹够了没有？我闹够了没有？咋的呀？敢跟我凶了？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啊，你啥意思呀？长能耐了是吧？从咱俩认识到现在，我事事都顺着你，对吧？就包括我父母，他们也事事迁就你。你先别跟我说这么多。结婚彩礼，你说按照你们老家的要求，18.8万，我一分不少，是不是都给你了？对不对？对呀、啊，不应该吗？应该。这个彩礼不应该吗？行，结婚彩礼应该给你，我给你了没？给了吧？给了，不应该吗？连我自己的改口费都让我提前拿出来给你，我也给了，没错吧？没错呀、啊。今天结婚对不对？亲戚朋友都在酒店等着呢。你跟我说啥来买车？行，我过来了，我买，对不对？买辆代步车，对不对？就行了，对不对？你管啥？说没有这个保时捷就不跟我结婚，对不对？对呀、啊，是呀、啊，我话就放这儿了。行，你真行。我这婚我不结了，我跟你说。那你干啥呀、啊、你？哎、你给我站住！干啥呀？我回来，回来。哎，我让你跟我姑娘分手，分手听不见吗？说了多少次了？怎么的？别动我！我什么狗屁工作呀？要找分手的罪不都找到这儿来了？我愿意来吗？我跟雨桐是真心相爱。你有什么资格跟他谈恋爱呀？啊！我跟我姑娘就是被你想要骗的鬼迷心窍了，知道不？你家什么条件？我家什么条件呢？你俩人吵到什么啊？怎么的了？跟他吵了怎么的？不行啊！他要是不跟我女儿分手，我们都不想消的，谁也不想消的，你知道不？一个农村娃出来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配？农村又怎么的啊？我也农村出来的。就你管什么闲事儿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我到底给我拿去啊？你父母怎么教你的？生你赖皮狗，有什么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说我都行，但你没资格说我爸妈。是，我家比不上你，我家穷，但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我没感觉比你们那儿差。我是爱小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爱了。我张文明爱你姐。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喜欢点赞关注哦。上课迟到了，迟到了，上课简直不好使了。那些九零后当老师现状。娘，赶紧上课了，上课了，你是8点就上了吗？7点半了你还不去，等什么了啊？哎呀，我不想上课呀，妈。你不想上课，你是个老师，你不想上课能行？马上就五点，你赶紧起来。来，快起！去！再不起就五点，告诉你。啊，求死我了！休学了！小朋友，喂，小朋友你好，可以听到老师说话吗？哎，同学们，咱们来布置一下今天晚上作业啊！安静，停电了是吧？放学，走。这道题我都做错了，那么今天没有题。没有撤退。
可言。我只是个音乐老师，上课不要发火，更不能动手。这些孩子都是你的衣食父母，饭碗丢了的话，花呗就还不起了。没了工作对象，什么都找不到。要微笑，要快乐，要开心，要用爱感化他们。他们学不会一定是我的原因，我的业务不行啊，方法单一啊，备课没备好。不是学生的原因，不是学生的原因，不是学生的原因。我要面对的是一群天使，一群天使，一群天使。黎明就在眼前。现在呢是晚上8点，学生都在上自习呢。我来瞅一眼我班里有没有拨号的学习玩手机。你瞅啥呢？给我出来！立正立会了吗？会了。老师讲第四题哈。选 D 呀？怎么了？笑什么？好上课啊！接下来呢，第五题呢，我们讲的是什么？把手机交出来。周老师你真白，周老师你真苗条，周老师你真不要脸。你给我出来！我一个语文老师已经给你们上了半个月的地理课了，我很疲惫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不管，赶紧把地理老师给哄回来啊！王涛，你看什么呢？笑这么开心？老师，王涛上课天天在休息。王涛，我上次说完你还不够改是吧？怎么现在可以看懂了？那可不，我可是把地理研究透透了。你以为把地理研究透了你就看懂了？来，我问你，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这么厉害，怎么没有把孙悟空给炼化？不知道了，有人知道吗？太上老君炼丹炉烧什么的？烧煤了，煤的最高温度能达到多少？1200摄氏度吧。我就问你，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主要成分是什么？二氧化硅吧。二氧化硅的熔点是多少？1600摄氏度，这我就问你，这1200能把这1600给烧化掉吗？哎，老师，你孙悟空没被烧化，怎么反而变成火眼金睛了呢？问你，我就慌啊！你一天就给我睡着上课吧啊！这二氧化硅搁这八卦炉这么高温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反应？玻璃化呀！那玩意一翻我，什么妖精不给你照的板板正正的啊？你站在面前还得给你照个煮出来。那为啥当时对他爆了呀？还为什么爆？来，你告诉他来。肯定是孙悟空一脚给踢爆。踢爆了！孙悟空的组成成分除了二氧化硅、化给还是什么？还有碳酸钙啦！碳酸它遇到高温会分解成什么？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呀！大量的二氧化碳搁炉内积压，炉不爆才怪。老师还是你厉害，别带我地理了，教我们化学吧。教我化学，天天啥不学好啊？西游记你都看都看不懂，赶紧把你们地理老师给请回来啊！楼上，真疲惫呀。那些90后当老师现状。这他妈一天天的，我当学生的时候我就上课迟到，等我当老师了，我他妈还天天踩点到教室，我来不及了。好，今天课的重点就到这里了。
好，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游戏，跟着老师念，嘿，嘿 ，Siri，Siri， 连着一起念，嘿 ，Siri， 我在。把手机拿过来，又玩手机，又玩手机，怎么回事你啊？老师太大了。来上课。老师是单身狗。课间让老师学金川俚语。好，来，我背。拿出准备好的音效。眼保健康开始。第一节，揉天穴。扣题，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愿望？写一两个吧。你写了啥？我要当咱们学校的校长，然后提拔周老师，给周老师涨工资。没有一点点防备。你知道面包师为什么夸奖小女孩吗？知道。知道你就光给我写一个知道。那不然写什么？也没有一丝顾虑。来看一下哈，把字句、被字句。案板上的西瓜被猪八戒吃了，改成把字句。案板上的西瓜把猪八戒吃了。你就这样出现。咋，西瓜成精了？西瓜还能把猪八戒给吃了？啊，你看着我呀。在我的世界里。不对不对，你俩好。哎呀，你的卷子呢？我怎么没看到你的卷子？交了吗？你要音乐没写。为什么没写？不想写啊。带给我惊喜。那些九零后当老师现状。雷丹到，江图到，江火华，你在挑衅？江火华，江火华，什么叶？你的叶什么呀？我输的字念叶，江叶。
节课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老师带大家玩一个小游戏，跟着我来。谁最帅呀？谁最帅？我最帅呀！我最帅！谁有才呀？谁有才？我有才呀！我有才！谁演讲呀？谁演讲？我演讲呀！我演讲！下次的演讲，朱莉请到人了，就你啦！我家的你在有一点样子。过了个寒假，又上了两周网课，开学第一天该怎么跟他们打招呼呢？课前让老师学井川里舞。我那会儿在玩听老师，不是在那玩呀。不行，这节课上生物。不上生物。抬走。走吧。走走。不行，我不上生物，好不好？哎呀，上生物。我不上生物。不上。不上。我不上生物。走吧，走。我先处理一件严肃的事情，今天我班同学有人丢了一部手机，这件事情太恶劣，我在班上调查一下，为了缩小范围，请班上八点之前到的同学举手。你为什么不举手？老师，我是八点十分才到的呀，怎么可能是我呢？好，你给我站起来。我怎么了？给我记上，那就是迟到的同学。想喝奶茶56票，这就是你的愿望吗？对。不行，不可以。我就想问问这个想喝奶茶是谁出的题啊？这班上有56个人，你就算算，真的是。小蔡老师 YYDS， 小蔡老师人品很高。从外面话先说好了，愿望只能三选一。进来的同学来跟我来。我天，这是三杯奶茶。奶茶56杯，每个人都有。好，喝完奶茶，我们拿出游戏开始上课。但是无效哦，再说了，外面在下雨啊。那不是雨，是我流的泪。那上体育课的愿望能不能换成看电影吧？看电影也是可以的吧？可以。得嘞，停掉。最近不是期末吗？老师知道你们压力大啊，但是年纪比老毕的瘦了，都换换吧。好，奶茶也喝了，电影也看了，来布置一下今天作业。好，再来。